我哋识得使用电路元件之后，就可以绘画电路图，以显示各电路元件在某特定电路中的连接方式。等我哋而家嚟绘画呢个电路嘅电路图。首先，按照电路嘅实物图，依次画出每个电路元件嘅位置。呢个电路有两枚电池，我哋喺呢度画出电池嘅电路符号。谨记要标示电池嘅正极同负极啊。然后我哋画出灯泡。开关、同另一个灯泡的电路符号，用直线代表导片，最后在每个 T 型接驳点度画上实心圆点。这幅电路图就完成了。